当然先就当所有人。OK， 来第一杯酒。OK， 来今天晚上我们的友人家以及我们的新人在台上呢，要相对来的走进酒池吧。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，不能够一人相对敬酒。好，接下来在台上啊，相对来的走进酒，我们是今晚上的第一杯酒呢。我们首先先要祝贺来到现场所有的长辈朋友们，以及来现场所有的朋友，尤其在做生意的亲朋戚友们，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我们同学呢，祝福在我们工作中的朋友们能够步步高升，孩子跟头更进一步。在读书中的朋友们，年年考试成绩出来，金榜题名，年年都是第一名。同时，我们的长辈朋友们今天晚上的到来，同样的祝福我们所有的长辈朋友们呢，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。一起来喊，我们说唱，一二三，耶！